母亲呢，我觉得是最亲近的一个亲人，永远可以在你背后给你鼓励，给你包容的人。我觉得粉色吧，粉色其实很柔美，也非常的温馨，比较符合母亲的感觉。我会选鲜花，很漂亮，也非常适合。那花语呢，也是一种多一重心意的表达。我觉得给母亲许一个愿，一定是希望全家人都幸福平安，然后呢，也希望妈妈能够开心健康，少一点操劳，能够照顾好自己。